地球处处充满生机，在不同的角落都有动物栖息。你知不知道在陆地上有什么不同的栖息地呢？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它们。森林，森林是一个充满树木的地方，湿度很高，是很多动植物的家园。你可不可以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个圆形和一、二、两个椭圆形拼出一种可以在森林里面见到的动物呢？红草原，草原上到处都是草，树木数量比森林少，天气较为干爽。你可不可以用一个半圆形、一、二、三个三角形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个长方形和一个梯形拼出一种可以在草原上见到的动物呢？犀牛、沙漠，沙漠是很少落雨而且非常干燥的地方，地面完全被沙所覆盖，植物非常稀少。你可不可以用一、二、两个半圆形、一个椭圆形、一个圆形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个长方形拼出一种可以在沙漠上见到的动物呢？骆驼，极地，极地位于地球的南极和北极，是地球上最冻的地方，到处都是冰雪。你可不可以用一、二、三、四个椭圆形、一个三角形和一、二、两个心形拼出一种可以在南极洲上面见到的动物呢？企鹅，森林、草原、沙漠和极地各有特色，适合不同的动物居住。你还想不想到有什么其他动物居住在这些栖息地呢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